自从你回来大以后，你对我讲话哦，拢有一种威胁的态度。老实讲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用自然的态度来面对你啦。你也知影哦，偷家的人是你，对婚姻不忠的人嘛是你。我伫咧外口和你面子，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你即马过咧搞嫌东嫌西啊？你即马腹肚内有咱的囡仔，而且囡仔后念伊就要出世啊！伊需要的是一个健全的家庭，啊，佮爱伊的爸爸妈妈。所以哦，咱就应该把握机会，对即马开始建立咱的未来。那照你安尼讲，我都爱为着咱的囡仔，甲你所做所有垃圾的代志，全部拢放袂记。安尼，我才会当准备做一个好妈妈。那照你安尼讲，全世界查甫人偷食是毋是拢会用免切嘴？只要倒来厝的，互家己的太太有心，就会当有一张免死金牌，就会用食到老，佚佗到老啊！好啊，你莫阁搞废话。咱两个是无可能阁重新开始。我会到即马，阁甲你大做伙，无甲你离婚，是因为咱两个还阁有真侪问题要处理。咱无可能一直做一对假面夫妻，安尼你听有啦吼。所以你早晚也是要甲我分开。你即马是咧想讲，外口的人会安怎看你啊？是无？你莫甲我想啊遐尼现实好无啦？你即摆巴肚内有咱个囡仔呢，咱分开哦，对伊来讲是一种伤害。敢讲你要互囡仔以后，我问你讲，是安怎你无互伊一个爸爸？唔是我无爱互伊爸爸，是你已经失去做伊爸爸的资格啊。因为你无法度对婚姻负责，你无法度对囡仔负责。假使囡仔真正问我，我就会安尼回答。若是伊是查甫的，我会教伊，叫伊以后唔通参像你同款，变是即款的查甫。若是伊是查某囡仔，我会教我的经验讲互伊听，爱伊以后见对象的时阵，目睭爱睁较大蕊。查甫人毋是嘴水好，就叫做是听无。像心雨，刚好想要吃，看伊卡来无吃，心内会怪怪吼。今麦先卖接伊的电话，较晚约伊来化斋，我要见伊。你要创啥？你敢真紧张吼？你是惊我会对伊无客气，还是惊我失去伊？无啦，我是认为咱三个已经行到这地步啊，你就无需要阁甲伊有任何的交差，一切到这为止就好啊。放心，伊为着得到你的感情，伊即马什么伤天害理的代志都做会出啊。今日就算讲我袂得你这查甫，我嘛袂让伊得到你。我爱你约伊出来，只是要让伊死心。罗斯，你安怎？你是惊我把你的路全部拢断了了是？你要安怎做我拢不要紧，但我希望你会当面对你家己的感情。罗斯，你无想要心里得着我，就代表你还是真要紧我。罗斯。希望你好好想看卖，咱两个若是当好好做伙，实在无需要拆分开，换来一个无完美的结局。你想想这样，我对你无任何的留恋，我只是无想要祝福你，我无想要让你两个人伤好过，咱的感情。早都已经结束了，只是什么时阵公开尔？
请你卖阁继续自我感觉良好。你爱好好听我的话，啊，那无我都甲你做唔着代志的证据，全部拢压压出来。你利用实验室洗钱的代志，那是别空。那呢，都无人会关心你电池研究的辛苦。这对你来讲，应该是上痛苦，也是上大的伤害，安尼对无？我知影，我会配合你。那呢？即马就先加一个欢喜的笑容。查某人都爱用手段，才会当予查甫人听话。你看查甫人有偌可怜。咱即马伫咧外口，你甲洛水的代志，我无想要加讲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你会用得自重。我知影。小姑丈，你还袂替我开车门呢？你安尼是大小眼哦。啊！歹势啦，我唔是故意的，啊，不过我是刁工的。你这个渣男吼，人人得而诛之啦。你得卡细嘢哦，我爱吃它，阿哥吃这，拜。林小姐，助理失踪了后，你人事有婚外情的代志嘛，都得标出来，大家拢真关心你的婚姻状况嘛。啊，即马恁决定要重新开始，请问伫咧建立感情的过程当中，敢有拄到啥问题？安尼，敢有亲像拄着问题？红师头家第记者会顶面讲，相信红师太太真多。一张牵手的相片，我当时也是无法度交代，嘛无法度满足观众的好奇。真多谢大家对阮红阿婆的关心啦！我已经决定要甲阮阿婆好好面对婚姻的问题，希望卖阁造成任何的困扰啊！地记者，我看吼安尼就好啊啦。你也是给你媒体资源用伫个更加有意义的所在啦。你报即届自细的内容，会比报阮查某囝婚姻更加有意义。地小姐，卡叔讲，我予你媒体一个真好的话题甲话面，那呢，你是毋是会当响应今日的慈善活动，表达恁的心？这当然无问题啊！只要你会当给我独家，我相信我一定死定卖钱支持我安尼做。那呢，我知影。阿妈，小姑姑为着慈善，安尼就牺牲伤大啦。囡仔人点点，唔通讲话。李小姐，安尼够会用？真正足多谢恁的配合，这么耸动的相片，恁希望阮捐偌济？要捐我来捐。把照片卖给我。哎，你这个狐狸精，你竟然敢来哦 ？Robert， 你叫我来，就叫我来看你现在跟林洛诗过得多恩爱吗？方小姐 ，Robert 是我的先生，我甲伊过了外恩爱，这是真正常的代志啊。你是安怎会用伫遮大细声来支持我的红婿？
林洛石，你少在那边装好人！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，Robert 叫我过来，一定是你的主意。你以为这样就代表你赢得过我吗？还是你以为这样我就放弃这个男人？我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。今麦现场有记者，你会直接跟伊讲啊，讲你要继续破坏我的家庭。 要做老爸小三，啊，不过吼，你都要顾虑恁哥哥的心情，莫让伊为着你的姊妹不安心跳。你就是故意要设这个局来刺激我。你想想这样啦，你抓头无是抓尾无命。老爸讲，伊会予你幸福快乐，拢是咧应付你。 这点你嘛清清楚，啊，若无你何必都讲白菜，用家己有心买来给Robert拔掉呀？我没有说谎，我是真的有怀孕，难道你忘了吗？当初你自己连验都不敢验。我会记得啊，所以你都爱Robert带你去北京病院做检查，啊，不过你绝对唔知啊，阿飞在点点在你后边。 知影，恁是找倒一位妇产科医生做检查，要知影你的检查结果并无困难。你根本就是假性怀孕，这你早就知影。方心宇，你到底要用假有心来欺骗大众，到什么时阵啊？ 林洛石，一个卑鄙的女人。 你就故意因我来陷害我，我不会顺你的意了。你把代志搞讲我清楚，你敢是一直在骗我？你巴肚内根本就无囡仔。方心宇，代志是安怎？你想我乖乖是，别逼阮小姑姑当场替你扬，到时阵也是空包蛋，安尼就歹看。到底是啊，不是？ 是，我确实骗你，我确实是假性怀孕。可是 Robert， 我对你的爱是真的呀。方小姐，你这不是叫做爱，你是破坏别人的家庭。伊嘛一切到这为止，要若无，你家己嘛会受伤。胡巴桑，你以为林洛石他好到哪里去了吗？他就只会在 Robert 面前装无辜。 什么都不知道，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他的心比谁都狠。包括这次，就是他设计江红姐，他把凶刀丢到我车上来陷害我，这都是他做的。说白一点，林洛石跟我一样，也没有多正派。我就让他知道，抢男人不是谁先嫁谁就赢，也不是谁有心机谁就赢。 告诉我，我们的战争还没结束。拉本，你甲方心宇讲这件代志，你安怎想说？照即摆情形看来，我若要伫外面好面声，就要靠洛斯。只有洛斯才能跟我斗相共，无我的研究结果会当顺利发表。 前进前听心语无唔对，也唔过心语即马部队内无我的囡仔，那你等于我无条件甲因哥哥谈判，安尼真紧我就什么拢唔是啦，我必须要支持洛斯家人。Robert， 你在想什么？你说话啊！你根本就无囡仔，你伫欺骗我对我。 Robert，我们有孩子，是很容易的，随时都可以啊，一点都不困难。代志真正甲若是讲的同款，你是安怎袂当对我坦白？你是安怎袂安尼欺骗我啊？范教授，你遐尔生气，是不是表示你真无法度接受我欺骗？你若是早知影这件代志，是不是就提早离开方心宇，回归家庭？当然会啊。